就是说咱们前天有一场小考，考完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受？我觉得相当的沮丧。为什么会沮丧呢？相声太难了。确实，我光是普通话都说不好了，你们听得懂吗？你们太捧他了，真的。咱们这个传统的基本功这些你跟师傅都学过吗？没有。你还真硬气是吧？那报菜名更别说，这都不会。当然不会啊。我请您吃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猪、卤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好，就这个都不会吗？我可以试试吗？你试试。自然一点，自然，不要紧张，自然一点，自然一点。那么凶狠。我来了啊。来来来来来来来啊。我请您吃。还吃。啊，继续继续啊。我请您吃。吃。蒸羊羔，蒸熊掌，蒸鹿尾儿。停停，不对。蒸鹿眼儿。蒸鹿尾儿。眼儿。眼儿。不是表情，是声音。眼儿。眼儿。你说的对，咱不较劲了好不好？你这说的太差了，各位是不是不达到标准，对不对？谢师哥夸奖。我多咱夸你了。我这个真应该勤学苦练，像什么小曲儿、小调这些也得练。我小曲儿啊，小曲儿我会，北京小曲儿。行，随随意吧。会哪段？就是那首最火的，最火的叫做《探淡水河》啊。我拿水管子滋你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叫探淡水河？那叫探清水河啊！哎，这行行，简单唱两句，我们大伙儿听一听。好嘞，展示展示。嗯，还有伴奏呢。桃叶尖上尖，哇，柳叶就遮满了天，在其位这个明阿公。细听我来言啊，此事出在了京西蓝靛厂，蓝靛厂火器店有一个宋老三。好，哎，可以啊，别说，是不是还行？是吧？有点那个流行歌曲的味儿，对不对？你这没有小曲儿小调的味儿啊！谢师夸奖。我怎么又夸你了？要唱你就好好唱。